你还好吗？我是程一，你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程一，里面有我更多的节目和欢喜。欢迎来到我的世界，承蒙关照，余生还请多多指教。一到晚上，人就变得矫情了起来。一支烟，一杯酒，一盘磁带，几分遐想，几声叹息，似乎什么人生大道理都懂了，既看透了世间万物，又明白了很多事情，即使没有任何意义，但还是继续的无奈。说到底，还是独自一人的时候，黑夜无限放大了寂寞感，于是自怨自艾，寻找看似简单实则饱含深意的句子发在了朋友圈，希望有人能懂。然而第二天醒来，扔掉一切糟糕的情绪，长吁一口气，看着亮堂亮堂的窗外，观察树叶是不是又绿了些的时候，才发现昨天晚上的自己矫情得像个傻逼，赶紧羞愧地找到那条无厘头的朋友圈，确定删除吗？确定。这一举动似乎将昨夜那个一时迷路的自己也一带被翻篇了。接着朋友圈只剩下无所指向的推文、音乐和隐约透露自己爱读书学习的文字。我常常感到庆幸，人生有很多的删除键，喜欢的人不及时回自己的微信，可以将他从聊天列表中删除，忘掉是自己主动联系对方这件事情。分手后将对方的联系方式删除，让往事不再回头，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还有删除相册里的照片，3000多页的聊天记录，将不想回忆的过往也一并带走。因为删除所有，让一切回到空白，才能有可能拥有重来的机会啊。所以我一直提醒自己，千万别活成一个念旧的人，当断不断，必受其乐。不懂得删除的人是为了给足自己安全感，永远背负着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就像有些人出门一定要背着书包，不然很没有安全感，很不习惯。而纳入书包里的东西，不管他们有用还是无用，哪一样也不忍丢弃，反正只要装在里面，就感觉心里踏实。这样的坏习惯也表现在每次出门旅游的时候，也都要整一大箱行李，吃的、穿的、用的、一起玩的，原因就是一旦用得着呢，尽管一趟旅游回来很多东西连动都没动。后来我发现人生的旅程也大抵如此，拼命的低三下四结交很多不喜欢的人，只为了满足一旦用得着人脉很重要的安全感，任凭那无所不取无所不装的大大麻袋压在自己的小小身板上。我有一个习惯，没事的时候就会清理一下手机、相册、通讯录以及微信联系人。该删除就删除，该收藏的便收藏起来。这也是导致我的微信好友人数2年来从来没有超过200个的原因，因为我有意识的在删除与过滤不太熟悉的人，也杜绝与我的生活毫无交集的人出现在我的时间流里，无形中浪费着我的精力。我将我100%的精力集中在有意义、有真情实感的事情上，自然也得到超过80%的回报。所以，那为数不多的200个微信好友，都是难过的时候，就可以闭眼选一个出来打电话的人。其实拥有删除键的人生，才能拥有极简的生活。
删除内心的欲望，舍去多余的杂念，才能拥有极简的生活。真正的极简，在于每一段消失的时光都被明确，而不是正确的被使用着。很多人失恋以后要做的第一件事都是删除，好像这样就显得自己很酷很洒脱，还自得其乐地安慰自己再也不用费尽心思地更新朋友圈，就为了一个不经意的赞，不用苦苦等待着他的回信，因为他的一个冷淡回答莫名其妙的心情低落，更不用每天找到很多很多新奇的点子然后跟他讲我今天要遇到件好玩的事情，好像真的解脱了一样。但好笑的是，主动删除的那个人总会不断的偷看被删的人的朋友圈，尽管上面只有头像、封面图、个签以及一条横线，甚至养成了通过头像、个签和封面图来猜测对方过着怎样的生活。之前看到过这样一段话，觉得很有道理。真正的放下大概是，你不会删除他的聊天记录，也不会把他拉入黑名单，只是任由他躺在通讯录里，再也懒得去点开。他留下的那些痕迹，就像家中沙发缝的灰，油烟机上的字，你不会为他特意来此大扫除，只是心情好时随手顺手一擦。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将对方在自己的世界里删除。也是后来做到真正删除的时候，我才渐渐意识到，不懂得删除其实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理喻的事情。因为你喜欢的人早已选择彻底删除了你，而你也该选择新的生活了。其实那些我原本以为删除不了的事，都渐渐被我删除与遗忘了。因为我知道人生需要删除键，所以如果你和你的手机一样卡顿，记得时常清理与删除。再不行，一键恢复出厂设置，一定会变得灵光很多。天都黑了，你还没有回。我在门外痴痴地等，想着你曾经给我的美，到现在只剩下回声。都谢了，往事被风吹，吹醒那些傻傻的人。既然分手不可以再回，何必再为爱情认真？不能继续珍惜我们的缘分，就让过去的余温渐渐消退，不让你再次看到我流下的泪水，就让它化作无形的伤悲。眼中没有流出一滴眼泪，陪
带着流星笑容在夜雨，多么害怕让你看到我心碎，眼中没有流出一滴眼泪，轻轻流动不停的来回，再也不为心疼你而感到自卑。不能继续珍惜我们的缘分，就让过去的余温渐渐消退，不让你再次看到我流下的泪水，就让它化作无形的伤悲，眼中没有流出一滴眼泪，陪着流星笑容在夜雨，多么害怕让你看到我心碎，眼中没有流出一滴眼泪，静静流动不停的来回，再也不为心疼你而感到自卑。